可以了。不是干啥啊雷姐？走，去我家。去你家干啥？去看美女。啊？看美女。啥美女？白白胖胖的。不是。大美女。那不是猪吗？白白胖胖。白白的，反正很漂亮的，就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，超级漂亮。谁呀、啊？我妹。西西。我干妹妹，就我妈的干女儿。真的假的？你不是又想让我给你干活吗？小狗骗人！我跟你说，我妈手不是摔伤了吗？啊、嗯。她下来看我妈。真的。真的。不是这种十八岁的。真的，走啊，快点。行了。不是雷姐、啊，你这是真没骗我啊！你这话说的真的是，你再这样子骗下去，我们还能做朋友吗？不是你，不是你干啥呢？你说谁呀？看嘛。看啥嘛？白鹿白。啊？白鹿白。好像挺白的。看这不错吧？不是，没有太远了，看不清楚。你走近点。啊？走走走，杨珊珊。嘿嘿。啊！我去瘦了。干嘛去了？瘦好多哇！你真的瘦了好多、哦。在外面干活。来，小晴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他做腊肉的，经常在我们这里钓鱼。这是我干妹妹杨小才。哎，你好。小晴，你坐呢？我干妈呢？干妈呢？你干妈出去外面聊天去了呗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现在怎么样？手怎么样了？不是你拿来的那个药吗？用了没？用了，你别急嘛，用了，然后没有那么痛了，他就是可能杵到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让他坚持用。啊、嗯。人呢？他人呢？他一会儿就回来了，我叫了他，我跟他说你来了，他可能在那里聊天聊的，肯定去搞搞好吃的去了。坐着，小钱你坐着。哦。你陪我妹聊一会儿。我有点事啊！我有点事，我一会儿回来，几分钟。你干嘛去？你不要去，你不去太晒了。你做什么？人家把你晒黑了。你去哪儿啊？快点！你一会儿就回来，你坐了，你陪我妹聊会儿。哦。你快点回来。我去找一下雷姐。郑宇，郑宇，我去找一下他。雷姐。啊，你没事，你忘了，我给他取个那个。你坐着，我去找他。管他的，真的，他穿着那个开裆裤就在我们这里玩了，你还管他那么多？你好像聊会儿嘛。你想啥呀？快去去去！我不知道聊啥。去，随便怎么聊。你待会儿来了吗？你回去照顾人家好，就这样。怎么？真的是没出息。雷姐，
们吃饭吗？吃饭再走吗？那没事，什么客人？我没有。啊？我先去钓鱼了，待会儿鱼在那边。不好意思。没有。害羞了。没有，我钓鱼了。你去吧。啊，辛苦了，拜拜。